我们这一次是去工作，不是去旅行，有些东西是必不可少的。哦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要怎么跟我妈说？怎么跟我姥姥说呀？今天晚上有我哥的节目，我妈和姥姥看好好说话的时候最专心了，不许别人打扰。 只要趁他们看节目的时候，我轻描淡写的一说，这样呢，他们就肯定顾不上我了。这样我就可以完美过关了，他们就不会管我了。太好了，这事情解决了。哎，干什么呢？正彩票了。老板，我就是想的要出去，心里高兴。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手机忘拿了，瞧你有点出息。赶紧查查今天好好说话讲什么的，最好像上次婆媳纠纷那样，这样呢，姥姥看节目的时候可以一边看一边骂，就没有空管我了。这关就算过了。 你看，车又堵上了。嗯，我现在把你送到律师事务所，他们该下班了，你不会是回去加班的吧？现在的公司啊，加班可是常态。虽然关主任并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我们996，但是志恒地产马上要跟前沟村的电镀厂谈判了，我今天缺席了会议，就得去补上。看来前沟村的案子你看得很重啊。嗯，我觉得这是个非常难得的机会。 这弄得我都不好意思开口了。哎，我本来还说今天晚上正好有时间，可以一起吃个晚饭，顺便聊一聊毛毛的案子。啊，今天呢是没空了，但是吃饭嘛，肯定是会有机会的。 那什么时候算是叫有机会呢？这个我回去查一下我的时间表啊。你知道我们律师吧，这个职业就是这样的，就是吃饭呀、睡觉啊、上厕所啊，他都是要有时间的。是，你是有时间表的人，那我等你查一查，什么时候有空随时告诉我，因为我这边没有时间表。我查好了，我通知你啊。 啊，对了，毛毛那个案子，我觉得应该尽快跟当事人聊一聊。对呀，毕竟这个新的当事人还不一定配合呢。对于那些不配合的当事人，我们一贯的套路就是上门堵人。但是说到堵人，你比我们更专业。所以我们是一个团队的呀。你真的觉得我们是一个团队的？什么漏堵？ 听我安排，我查好时间以后随时告诉你。随时告诉我，我随叫随到。我得先翻一翻我的时间表。哎，晶晶啊，什么时候想起哥哥来了？不是一直躲着我吗？哥，你今晚回来吗？怎么了？ 啊，你先别说啊，你等我回来啊，我回来跟你说。哥，你从来都不在节目里跟别人一起搭档，现在跟廖律师一起搭档，就是确定关系了吧？你要不今天晚上把他带回来吧？我让你现在什么都别说。哎，我很快就回来啊，你等着我。出什么事儿了？啊，没事。 要不然你把我放下吧，你去处理你的事儿。那不行，我可是你的专职司机，一定要把你送到了目的地再说。哎呀，这司机小杨挺有职业道德的。哎。 我等着你查完时间表吃饭呢。好的。
陈律师，哎呦，大明星，这都快下班了，你怎么还回来了？对，今天开会的时候我提前走了，来看看沃沃有没有落下什么工作。哦，开会的东西我们都准备好了，不用你。财务报表呢？需要我核对吗？怎么越来越轴了呢？我说已经弄好了，哎，你想对你就对吧，都在那儿呢。我告诉你，去志恒开会，关主任不见得会带着你的。 第一，你是新律师，这个案子你涉入并不深；第二，你这不跟马克还有志恒尴尬关系吗？也不合适，都在这儿了啊，弄吧。刘婉姐。 你哥现在最好的大好事儿，就是让电视台把他那档子节目调到晚上的时候，我吃完饭坐到这儿都能看到，这是最大的好事儿。哟，我跟你说不明白，哎呀，总之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我，晶晶，你难得回来那么早，你赶紧过来帮帮我忙。哎呦，我来了来了，嫂子，总之你一定要看电视啊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 就是一个少妇。妈，你说你明知道你姥姥不待见你，还在她眼前晃，回头说错话又惹她不高兴。知道了，赶紧的，把这些菜给我洗了。你说你，你不学着干点活，都这么大，将来嫁了人，啥活都不会干，不怕婆家嫌弃你啊？你说什么呢，妈？ 婆在嫌弃我，我还不嫁呢。我才不会像张文那么傻，我那么憋屈。死孩子，在家敢说这种话，都臭了。走了，不敢了。我哥回来了。 哎，奶奶！哎呦，哎呀，宝贝，孙子回来了！哎呦，太阳从哪儿出来了？这是？你干嘛呢？啊？那虽然是你哥，那也是个男人呐。你可你这成了什么体统？你成什么体质？是啊，你给我松开，你成何体统啊？哎，姑姑。哎。哎，我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，宝宝。今天晚上家里有饭吗？我今天晚上在家吃饭。在家吃饭太好了，少了谁的都不能少你的。哎呦，难得我大孙子在家吃饭呢，慧卿。 上市场弄俩新菜去。对对对，赶紧去买。哎，去什么大商场啊？有什么吃什么？我又不是客人。嗯，你不是客人是啥？啊？现在你是家里的稀客。哎呦，奶奶，您这意思是在怪我呢？我不是怪你，奶奶是想你。哥，哥，嗯，哥
什么哥？什么哥？你赶紧过来，让我帮忙给我帮忙。你去看看。我站住！那大老爷们往厨房拱什么拱？让他坐着，坐着。你陪奶奶说话才是正事儿。我就简单做两个菜啊，咱们只有两个人。哎呀，我说实话，我也好久没做了，您可得帮我尝尝，这个汤到底做的怎么样？啊，好嘞，小心烫啊！哎，行，你先尝尝。好，我尝尝，嗯。嗯，正合适，还可以啊，挺好的。哎，你也喝啊，还行。嗯，哎呀，我的手艺还是可以的，不错不错。嗯，哎呀，恒杰，哎，要说你对我呀，那真的是太好了，没得说，就跟对自己亲妈一样。嘿，这话怎么说的？你可不就是我妈吗？自从你跟志玲结婚之后，我就跟他说，且不说三从四德这些话，就冲恒基对我这么好，你就应该对你婆婆好。恒基，志玲这么多年在你妈妈那里没落什么埋怨吧？哎呦，他们可好了，他们就像亲母女一样，我妈到哪儿都夸她。你知道现在我弟媳妇儿天天跟我妈抱怨，说他偏心。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你弟媳妇儿为你们老李家生了两个孩子，就单凭这一点，亲家就应该对你弟媳妇儿更好。那我妈，现在都什么时代了，您怎么还这么保守啊？我爸妈可不这么想，他们现在天天抱怨，说他们呢带小孩太累了，带不动。嗯，是啊，带孩子真的是很辛苦。是啊，你爸妈受累了。恒基，那你呢？不要孩子的想法，你跟志玲想的一样。我跟他想的一样的。当初我就说过了，想不想生孩子是他的自由。而且呢，我们结婚前就说好了，我们两个结婚是因为彼此相爱，也不是为了下一代。对对，其实啊，不要孩子也挺好的。你们两个人工作都那么忙，各自都有各自的事业，是不是？要是真有个孩子，会分散很大精力的。妈，你听过一句话吗？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，说不定这是老天爷安排好的。就希望我跟牛志玲呢，努力工作，造福社会。如果老想着生孩子，也太自私了。恒基，既然你也知道是老天爷把你们拴成一对儿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你都不能撒手松开志玲啊。妈，您放心，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我都不会放开他的。嗯，好好，来，你快来吃，尝尝这个啊。哦，我要尝尝，看看怎么样。来来来，开饭喽！妈，光光，吃饭了。哎，来了。哎呦，光光，你瞅瞅你姑姑开的饭点哈，好好说话，一会儿就开始播了。你说我怎么看？净当我看电视。哎，奶奶，我现在这个大活人坐在你面前了，你不陪我聊聊天，你看什么电视啊？对对对，看活人，看活人。光，喝点酒吧。啊，不了，我今天开车来的，喝不了。哎，那我得喝点啊，难得光光回来陪着奶奶吃饭，奶奶得喝一口。好啊，喝点喝点。宝宝，我去给您倒啊。哎，好。就倒那一杯酒，还值当去俩人呢？真是，嗯，确实。
关什么意思呀？我现在没办法跟你解释那么多，总之你答应我，从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，不要让姑姑和奶奶看电视。奶奶，我今天也喝不了酒啊，所以呢，我就以水代酒。祝您老身体健康，每天都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的。哎，好，身体健康啊！好，姥姥健康长寿。嗯，好酒。光光啊，哎，你也别给我说那么多好听的。嗯，你只要能回来，我肯定开开心心、健健康康。哎，行了，姑姑，别老给我煎了，我最近减肥呢，吃不了太多了。多吃点，减什么减？减什么减？奶奶，这上电视不一样，还是得瘦，瘦点好看。我也没见好看到哪儿去，啊？我在电视上一看见光光，我那心疼的呀，就想着一个人在外头，也没人给你做饭，你说，哎呦，没法说，今天多吃点，补补。啊，好，吃肉。光光，你今天不光是回来了，还特意留到家里吃饭，会不会是有啥事儿啊？哎呀，妈，光光好久没有回来了，回来陪陪你不好吗？不对，不对，说实话，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是不是张文去法院了？没有，怎么可能呢？真没有。我都不知道这个张文想干什么，啊！光光，以后不管有什么事儿，必须跟我说。您放心，奶奶，我肯定不瞒着您。那真没事儿，今天没事儿。姥姥，我哥呀，他今天特地回来看您，主要是来逮我的。对，我发现啊，这个晶晶最近好像心有点飘，所以我今天回来呢，就是一方面来看看您，看看姑姑，同时我要给她上上课，我把她学坏了。这死孩子什么态度？你哥哥教训的对。你可别说，我还得感谢我这大外孙女呢，要不是她闯祸了，我能跟我大宝贝孙子坐到一块儿吃饭吗？来来来，奖励奖励，吃块肉啊！吃吃吃吃。哎，哥，最近这个《好好说话》节目都做了些什么呀？我好久没看了，要不咱们一块儿看一会儿呗？没什么，最近《好好说话》节目的主题就是不作死呢就不会死。奶奶，那是长期吃饭的时候看电视啊。不注意消化，其实对身体特别不好。这样吧，奶奶，以后凡是有我节目的日子，我就回来，专门回来陪你吃饭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！知道你哪天回来，姑姑多给你做点好吃的啊。哎呀，姑姑不用那么麻烦，我们什么都可以的。你相信啊？那说了就说话算话的呀，是不是，光光？一定。既然你说了，以后每当你的节目的时候，我就在家等你吃饭。再喝一口。奶奶，您今天晚上喝了不少酒了，要不我扶您上去休息啊？这点酒对奶奶说算啥呀？啊，光光。今天你别回去了，住这儿吧，好不好？二奶奶，我是还是抽空回来了，我同事现在还在单位加班呢，我得回去看一眼。哎呀，姥姥，好好说话还没结束呢吧？我把电视给您打开，您看会儿节目呀，就睡着了。哎，晶晶，看电视呢。啊？干嘛呢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你们俩都多大了，还打架呢？哎呦，快点，丫头给他开开，开开，让奶奶看来。啊，
电视怎么坏了呀？你说说你这疯丫头，你就是个愣头青啊！这电视机这么些人开，从来没坏过。你说你怎么一开就坏了？那我试试。我问你啊，你今天在外头是不是捡着狗屎粑粑了？你手这么臭。姥姥，电视看不了呢，明天我叫人来修。好，奶奶困喽，奶奶回去睡觉。光光啊，你要有事你就回去吧，奶奶不留你了啊。哎，路上注意安全。奶奶，我扶你上去吧。不用，我让你姑姑扶我。哎呀，慧清啊，来扶我上楼睡觉。来，来了吗？你不打算跟我解释一下吗？你和廖旺姐的事情为什么不能让家里的人知道？我和廖律师没事儿。没事儿？没事儿？你今天慌成什么样子了呀？不是这个时候你还骗我？你知道廖旺现在是什么身份对吧？什么身份？他是张文的律师啊，他要跟我们打官司，要拿走这个房子。还有呢？没了。不是这有什么问题啊？不是这难道都不算是问题吗？除非廖旺姐压根儿就不喜欢你，不然还有什么问题啊？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解释不清楚啊，你保证这件事情暂时不要让奶奶和姑姑知道就行。行，以后每周我都把家里电视线剪了。不是你瞒得住吗？我知道瞒不住，但是有什么办法呢？你给我点时间，我再好好想一想。你想不出办法呢？想不出办法就暂时搁置，暂时搁置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。搁置？你考虑过廖旺姐的感受吗？我为什么要想她什么感受？我把所有的事情都解决完了，我再让她知道不就好了吗？哥，你在我心里，你一直是无所不能的，你知道吗？但是这件事情你这样做，首先，啊，哥不是超人，我也会有无能为力的时候。这不是能力的问题。这是勇气的问题，你根本就没有勇气面对这一切。这跟勇气有什么关系？你跟那个罗修倒是有勇气，一往无前不计后果的。哎，你现在敢把跟罗修的事情跟姑姑说吗？你敢把这件事情跟姥姥说吗？跟我谈有。好啊，老弟放心。今儿我让少喝点，我明天还有事。啊，你少喝点，少喝点，把我叫出来干嘛？我晚上没吃饱，找你陪我吃饭不行吗？哎，对了，你今天晚上不应该去丈母娘家吗？这么惨，离婚女婿不管饭是吧？以前吧，我觉得
跟生意场上的人应酬吃饭最累的。现在我觉得跟家人吃饭也挺累的。你知道晚上我就怕我说错话了圆不回来，这一餐饭吃的我小心翼翼的。何止小心翼翼啊，准确的说应该哟，师哥早。牛总监也不知怎么就突然去香港了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也无所谓啊，反正你不是一直跟张副台长直接汇报吗？哎呦，师哥，看来你对我是有些误会。我对牛总监对您那是绝对的尊重，我对张台只是公事公办工作而已。嗯，你像我吧，平时也接触不到张副台长，是吧？嗯，麻烦您抽空啊帮我转达一下，上次我们那个节目确实是有点问题，但是好在现在已经解决了，就请他老人家放心啊。我听说了，也是替你捏把汗。你们公司现在签了几个小孩了？啊，就是上你们节目的那些嘉宾啊，你找来的。啊，我给你一个建议啊，就是你以后啊，不仅要优先考虑那些学主持的学弟学妹们，更多的去考虑考虑那些学表演的孩子，还有那些学编剧的孩子，可能对节目更有帮助啊。师哥，你听谁说的？我们节目没有剧本啊，都是真实案例。哦，是吗？是啊。哦，那有可能我听错了。那行，那祝你们收视率节节高升。早啊，头。哎，早。你就记得帮我跟张副台汇报一下哈。喂，我问你，我们节目的事，阳光是怎么知道的？你光顾着监控他的节目，你别忘了他也可以监控我的节目啊。我不管，你给我想办法处理好。哎，头儿，你刚才让他汇报什么呀？我哪知道他会汇报什么，只求和他相安无事，但是他偏偏不领我这份情。又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了？那这里面毛爸的有关资料。谁让那毛妈一直不肯透露她老公的事儿？那我只好找人去打听她这个神秘老公的有关资料。我找到了我朋友的同学的表妹啊，她正好有个闺蜜是在毛爸的公司做前台的。你知道的，这公司前台往往就是个情报中心的。这毛爸呢是做基金经理的，白天要看 A 股，晚上呢还要看美股。他大部分的时间他都会待在公司，然后要很晚很晚才会回家。哦，他们这行都是这样的。我打听了一下，说是每天晚上9:30美股开盘之后，他得了解到这个美股的情况，然后才能回家。那如果照你这么说，还有欧洲股市、日本股市，他可以不用回家了。不是不是不是，据说呀，这个毛爸好像也并没有那么忙。就我那个线人，不是，人家那个公司前台小姐姐啊，她说毛爸每天会有个时间段离开公司一两个钟头，具体去哪儿了也不知道，但反正是没回家。离开公司一两个钟头，说不定是去应酬啊，这很正常。不是啊，据我了解的，说毛爸这个人性格比较孤僻。没什么朋友，而且他平时跟同事的交集也很少的。有外遇呗？我觉得有外遇的可能性比较大，而且说他每次离开公司都会带件换的衣服。
如果这么说，就不是什么奇葩家庭，就是一个狗血烂俗的故事。那这期节目的性质可能就要变了。不对啊，我怎么觉得就是如果按照这个方向去做，咱们这节目可能会更有收视呢？我怎么觉得你现在的三观有问题呢？如果节目真往这个方向发展的话，这期节目就做不了了。怎么会做不了呢？我们在帮毛毛妈挖掘她老公不回家的真相啊，咱们在帮她呀。我问你啊，嗯，如果你是毛毛妈，你希望真相用这种方式揭露吗？如果你是毛毛，你希望真相用这种方式揭露吗？揭露真相的方式有很多种，没必要那么残忍。如果咱们一味的坚持，那就像廖律师说的那样，我们是在消费别人的苦难。那你说怎么办？节目不做了？咱们很被动的，你别忘了还有赵丽那边呢。大不了我去台里负荆请罪呗，反正赵丽已经很久没有看我笑话了，给她一次机会。哎，嗯，毛毛他爸的电话有吗？行了，你先去忙吧，我再自己想想。嗯，真不错。早啊，早啊，廖姐。我昨天在电视上看到你了，你可真上进。啊，是吗？对呀、啊。对了，我之前没有看过《好好说话》这个节目，但是我昨天突然发现阳光好帅呀、啊，真的特别帅，阳光真的好帅。梁姐，阳光本人是不是长得挺帅？帅吗？我怎么没觉得他帅啊？你这么喜欢电视台，你也可以要求去电视台工作嘛，当什么律师？我也想去电视台工作。每天给你当勤杂工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头。陈律师早。早。关主任。小亮。啊。你昨天在电视里边的表现，太有光彩了，落落大方，有理有节。我就没有看错你，你就是我们律所的招牌。你看看电视啊？我当然呀、啊，这么重要的电视，我第一次去，我特别紧张。我看得出来，你第一次嘛，第一次肯定是有一些克服不了啊。以后我相信你不会。我继续努力。刘律师，到办公室来。今天开会的内容来，我问一下。哎，知道了。给你点赞。陈律师，这个前沟村电镀厂这个财务报表它是有问题的。哎呦，廖宝啊，电镀厂和志恒今天就要谈判了，谈判的过程我们也都准备得很充分了，这个案子你不要再想了，好不好？啊，现在进去开会了啊。这问题您知道呀。喂，你好，哪位？电视台？阳光？有病吧你？廖律师，快进来坐。没打扰你吧？啊，没有没有，我正在给毛毛研习一个编程课。哎，你坐这儿，我收一下。现在教编程的太多了，我怕不靠谱，一家一家研究呢。哎，喝茶。编程课？啊，这个编程啊，现在不学不行。这毛毛还有时间学？周三下午还有一个小时。毛毛同意吗？从电视台回来以后啊，毛毛就变得懂事多了。他说他知道妈妈辛苦，会
会配合我的一切安排。他说他知道这是我爱他的表现，也算是录了一半节目的收获吧。廖律师，你今天找我是为了说我先生的事儿是吗？啊，主要是你跟毛毛都上电视了，那作为你先生呢，一直都没有露面，所以我们就很好奇。廖律师，如果在公司一个团队协作的项目，你会不会允许自己完成不了自己的份额，找别人帮忙或者抱怨呢？我跟我先生约定好了，他完成他该做的，我就得做到我该做到的，而不是把我的压力让给他来分担。这家庭和工作是两回事儿吧？其实是一个道理。我不知道你的家庭是什么样的，但是我想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。和谐家庭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模板，对吧？所以，还是不要把我先生再扯进来了。你说的也对。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解决问题的方式，希望你能够解决好。既然这样，我也不多说了。但是有个问题我想问你，之前你那么排斥上节目，后来为什么同意了？你不知道吗？不知道。那天你们走了以后，阳光又回来了，他希望跟我一起参加亲子咨询课。什么亲子咨询课？张伦老师的课。来，尝尝。谢谢阿姨。哦，廖爸，我现在才知道你是阳光那个节目的法律顾问是吧？啊。我的合同方是电视台，不是阳光本人。要是您觉得和您的案子有什么冲突，我会想办法去解决。哦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节目我看了，我觉得挺好的。阳光呢，其实有时候对人是有排斥的，但我真的没想到你们俩配合的那么默契，真的挺难得的。你千万不要有什么顾虑啊，那我的案子你可以接着受理，阳光的节目你也可以接着参加，我这没有任何问题。阿姨，其实阳光这个人，他不是有意要排斥人的。我知道，一个从小没有母爱也没父爱的孩子是没有什么安全感的。阿姨，您委托我去要回房子，但是阳光的姑姑和奶奶并没有配合，你也一直都没有发起诉讼，在等什么？你认为我放弃了房子，阳光就能原谅我对他这30年来的不闻不问吗？原谅这两个字儿，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。张老师，您来一下。哦，那你先坐着，我去一下。李总，您还记得这件衣服吧？这件衣服是去年您参加企业家会议的时候，志玲姐给您选的。当时啊，特地在开会之前送到公司里来。我还想呢，我说平时给您买的衣服都挺洋气的，怎么这回这么保守？马上要开会了，你还特地送衣服呢？今天你不是企业家的会议吗？都是传统行业的老大，他们的年纪啊都比您大。刚才这一套我觉得太时尚了，会显得你有点年轻。这套穿起来啊，成熟多了。我怕那帮老狐狸们倚老卖老。你还担心他们欺负你老公啊？没这种可能性好吗？你别看那个正宗的老许，平常在电视台高高在上的，在我面前一点都不敢嚣张。那是自然，我老公啊最棒的。好好好。哎，谢谢老婆。嗯，我走了。嗯嗯嗯。好，走了。李总，
这次咱们把打井队的事情一说，应该就没问题了吧？那具体位置跟照片都有了吗？有是有了，但是我就怕这些吧，对这个马克造不成威胁。他完全可以说这些都是原来那些化工厂造的，跟他没关系啊。我们只需要让马克知道，我会死磕他违法排污这件事情。喂。哎，你在忙吗？啊，你说。跟你说啊，案子现在有了最新进展。今天我准备密查毛毛爸爸的行踪，你懂吗？密查。我现在处的环境非常的恶劣和危险。